监狱只关押一切犯人的场所，在这里罪犯要进行义务劳动，进行思想改造，行动受到限制，而在这里完全封闭的状态，并且还有狱警把守这里。在美国规模最大的安哥拉监狱关押着超过6000名的犯人，这里八成的犯人都是无期徒刑，2%是死刑犯。对于这里的很多人来说，监狱里的风景就是他们此生最后看到的。安哥拉监狱在13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奴隶种植园，之后被改造成了监狱。路易斯安州那最危险的、最暴力的犯人都关在这里。这座监狱是366号公路的终点，并且是一条死路。监狱三面都是密西西比河，一面是60公里的无人山区。安哥拉监狱的无人区中经常有丛林中毒蛇等于出没。这座监狱四周有很多层铁丝网外，这些铁丝网并不是防止犯人逃跑，而是防止外面的野兽进入监狱伤害犯人，从没人能越狱。